韩信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为了战功，竟然害死了利益姬。韩信贪功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想到利益姬在我起义之初。 答应我游说陈留县令投降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他把失信于我，并悄悄派人杀死了县令，据整个陈留县令调。后来，带着亲弟弟及家族数千人与我抗清，他将全族的性命托付于我。 何等的义薄云天呀！我也是因为有他帮助我，才在出起义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大王不要太过悲伤，当心身体啊！不仅仅如此，后来攻入咸阳，也是利益姬作为说客。 成功说服了守军投降，我才先于项羽，成了第一个进入咸阳的起义军首领。得知利益姬因韩信而惨死，刘邦非常的气愤，他恨不得立刻就把韩信找来军法处置，但是。 他最后选择了隐忍，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得罪韩信。